高雄你们好吗？在这里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李维峰，很开心到高雄跟大家一起跨年。接下来为大家带第二首歌曲，这首歌曲是三立电视第一部华剧《真爱找麻烦》，它打破了八点档观众的收视习惯，很希望待会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唱，创下了惊人高收视率，送给你们这一首《指挥家》。先生在骑狼，琴键在奔忙，聚光中你登场，挥动手中的魔杖，整颗女儿开始合唱。你为我倾城，像魔法花墙，让我重新鼓掌。愿让你像提琴一颗肩膀，像吉他挂在我胸膛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优雅形状，像爱要忘了紧张。指挥爱的方向，从此不再慌张，相信也不再流浪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美丽辉煌，我们要震撼全场。指挥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，你让快乐引爆太强，幸福大肆交响。起浪，琴键在奔忙，虚光中你登场，挥动手中的魔杖，整个命运开始合唱。你为我倾城，想为我发发香，让我重新鼓掌。愿让你像提琴一颗肩膀，挂在我胸膛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优雅形状，相爱要忘了紧张。指挥爱的方向，从此不再莽撞，相信也不再流浪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美丽辉煌，我们要震撼全场。指挥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，你让快乐迎浪太强，幸福大肆交响。我不是小宝，我也不会是浪浪，但我小小乐章让万众齐声歌唱。转转画出优雅形状，相爱要忘了紧张。指挥爱的方向，从此不再莽撞，相信也不再流浪。左弯弯右转转，画出美丽辉煌，我们要震撼全场。指挥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，你让快乐引爆太强，幸福大肆交响。谢谢高雄给了我第一次跨年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这里跟你们一起度过第一次新年。大家下次见，我是李维峰，拜拜。谢谢。